好，我马上知道了。好，先这样啊。你怎么走路的？都不看路啊？打电话不看路啊？有本事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哑巴？要不然现在疫情特别严重，我绝对要骂你，骂得说不出话来。你怎么走路的？都不看路啊？打个电话不看路，有本事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哑巴？要不是因为现在疫情特别严重，我绝对要骂得你说不出话来。哼！哎呦喂，你什么人啊你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走路不是也打电话吗？明明是你撞的我，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呢？你还说起我来了，你说你那么急干啥去啊？急着投胎去啊？你把我撞了你还有理了是吧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厚颜无耻的人，你还想骂我，你是不是吃屎了呀？有本事你给我说话呀。哎呦喂，你还说起我来了，你说你那么急干啥去啊？急着投胎去啊？你把我撞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有本事你给我说话，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厚颜无耻的人，还想骂我，你是不是吃屎了啊？有本事你说话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一天天的在这跟我嘚瑟，要不是因为疫情，我能骂你骂的让你找地方钻进去。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，再说我是不小心撞到你的，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啊，互相道歉不就行了吗？你这家伙一上来就开骂，你想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一天天的在这跟我嘚瑟，要不是因为疫情，我能骂你骂的让你找地方钻进去。你这种厚颜无耻人，再说我是不小心撞到你的，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啊，互相道歉不就行了？你这家伙一上来就开骂，你想干嘛呀？还想让我给你道歉是吧？哼，门儿都没有！你先给我道歉，我就给你道歉。还想让我给你道歉是吧？门儿都没有！你先给我道歉，我就给你道歉。你可真是不讲理！行行行，我错了啊，就这样吧。看我这要把你删了！你可真是不讲理啊！啊，行行行，我错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呦我去，还把我删了！谁让你把我删了？他们骂够呢！下一位。教练好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最适合练车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哎，不是不是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对了，教练给你。我不渴，我不喝。真虚伪，我好心给你送水，你还跟我装腔作势。那我喝。真现实，我让你喝你不喝，现在又要喝。你平常那么多理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虚伪呢？你装什么装啊？你有病吧？你是来练车的还是来打人的？
真绝情。你说我是来练车的还是来打人的？啊，我这么一漂亮的女生，你竟然骂我！你马上拿着你的水给我滚蛋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。真无情！你马上给我下车！下车就下车。我告诉你，我明天还会再来的。你要是再来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这都什么人嘛？啊、哦，脸都肿了。你敢给我放开！交代这些小孩的话，赶紧出去！我数一下你有没有藏私房钱。给我留100块钱嘛！留什么留？赶紧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每个月工资都要上交，一分钱都不给我，我得想办法弄点零花钱。哎，有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坐这干嘛？赶紧起来，别把我钱给我弄乱了，我还没数完呢。哦。收获还不错，300块钱，还好没被他发现。这次可去喝点小酒了，啊，真棒！你不是小偷，你当我傻呀？我都看见你偷手表了，还说没偷。大哥，我就是来看看。看看看啥呀？看有没有值钱东西啊？不是。你偷东西都偷到我家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想让我报警的话，我给你个机会。大哥，你说什么都行，你千万别报警啊。我想想啊，好，那就给我当一天老婆。大哥，这怕是不太好吧？哎，你说我当光棍这么多年，一心想找个媳妇儿，今天好不容易来的这个，就当一天而已。不行啊，当老婆这事儿也不能这么随便呀。行，你不答应是吧？你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可就报警了啊！别呀！这大哥看着还有点帅，个头也高，就一天应该没事的吧？那行，不过可说好了，就一天。就一天。一天过后，你不想再当我老婆的话，就算了。那来吧，先送你个见面礼。嘿嘿。那行，你千万别报警哦。放心吧，老婆。嘿嘿。那这样吧，你先把卫生打扫打扫吧。好吧。
再去给我端洗脚水来，几天都没洗脚了，臭死！快去快去去去去去快去快去快去！才干了多少的地儿，过来，你把臭水捅进那间。吵了个啥呢？去做饭。那老婆中午要吃啥？看着办。那就西红柿炒辣椒。